又到好，我是阿信。那么今天来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黑龙魔导士》，是一款肉鸽割草的游戏啊。那我们一起来试玩一下吧。游戏目前呢只有三个关卡，好像我打到第二个关卡了。我们来第一关看看先吧。那初始武器这边呢，一共是有四种，还有一把我没有解锁掉，需要你到游戏里面打金币去购买啊。每一种武器的伤害呢，各方面的数值都有点不一样啊。我们选择这个火焰的吧，然后还有帽子可以选哦。不过它因为目前是 demo 呢，游戏内容不是很多，法术啊那些都没有很多了，我们就稍微。我先来看一下吧，帽子啊只有一个，好像有一个可以解锁没有？不知道了，这个帽子是没有属性的。还有下面一些小道具，这些都是可以带的。敌人会爆炸，增加火焰伤害哦。那么就玩这把火焰的吧。好，开始游戏。游戏呢是这种高清像素分的，画风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可以看到我们身边转转的有几个红色的，就是我们弹夹的容量，就射出去这个火焰的容量啊。是可以射三发，射完三发之后呢，它就会稍微填充一段时间哦。当然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它的填充速度啊，弹夹的容量啊，来提升我们这个发射子弹的数量。哎呦，这个东西会爆炸的。好，升级了。升级呢，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技能啊，这几个都是主动型的技能。我们选一个防御的吧，就是把敌人给他推开。好，这个赶紧跑，这个要炸了，炸过去伤害还是挺高的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泡泡糖一样的东西吗？那另外呢，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值哦，只有四颗星，被怪碰一下呢就会掉一颗血哦。还有一个蓝条啊，这蓝条呢我们要吃这种东西哦，给它吃上去之后呢，吃满啊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右键，然后化身为龙哦。反正就挺厉害的，化身为龙之后啊，就可以一直喷一直喷的。那地图上的一些小仙人掌啊，这些啊，它不仅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哦，走到跟它相撞的话，同样呢也是会对敌人造成伤害的。我们来加一个飞行速度跟那个弹夹容量是吧？可以看到我现在子弹呢变成四发了，可以射四发，并且射得更快了。前期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怪啊引到这，哎，它怎么不会对它造成伤害啊？可恶！打我脸！我刚说，快跑快跑快跑，要被炸了！哎呀，被蛰了一下，哎，好家伙，被炸一下！可恶啊，为什么不会炸他们啊？小的好像是会炸他们的，大的不会好像，不管了。那我们先升级哦。哦，飞弹数量加二，哎，这可以哦。我们刚才射出去子弹只有一发哦，现在射出去呢就变成三发子弹了，可以。等一下再给他搞点射程啊什么的，现在射的还是太短了一点，不是特别长。然后再搞点穿透攻击速度、钻弹速度啊，就会变得很厉害。后期呢就是可以开割了，现在也还不错啊。钻弹速度挺快，什么东西啊？直接 boss 来了吗？哎，怎么这么快啊？我没打两分钟呢，可恶！他这 boss 好像是随机出现的，不知道怎么出现的。被他打一下呢，就会，好像就是生命值上限会减少。快跑！我刚才吃了一个跑得快的药水，离他远一点吧。这 boss 我们现在打不死哦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打死他，我似乎没有打死他过。哎，地上回血药水，赶紧吃一个先。好家伙，随便来个技能吧。这里面的主动技能呢在屏幕正下方哦，不过这些技能呢似乎也没啥用啊。哎，还把我关起来了，可恶。这怎么打呀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右键技能呢是已经满了，化身为龙哦。变成龙之后呢就可以一直喷一直喷哦，并且被小怪撞到也好像不掉血哦。咱们就往这个 boss 身上喷哦。打过去800多伤害嘛，就是哎，伤害挺高的。不过哎呀，赶紧冲刺一下，按空格键呢是可以冲刺的。不过似乎对这个 boss 造成不了多少效果。增加钻填速度，钻填速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你就是可以无限发射了。现在钻填速度还是太慢了，即使你飞弹的数量增加上去啊，弹夹容量加上去啊，也没啥用，还是要加钻填的速度。哇，升级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飞弹数量加三，能量获取加三，这个比这个好多了嘛？那肯定要这个。好的，哇，好家伙，我现在射出去什么东西啊？射出去一大片了已经，变成那个喷火器了。那前期升级确实是有点快啊，增加一下飞行速度跟移动速度吧。我们要稍微跑得快一点哦，这个游戏小人走的还是挺慢的哦。因为他小人比例比较小，走起来有点慢。那个 boss 实际上不用管他也没事，他就偶尔冲一下哦。等他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往边上走，也不怕他。哎，冲！哎，还是被他打到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值上限呢就减少了一格哦。被他打到之后啊，生命值上限就会减少。我们技能可以用一下啊，刚才那个转圈的就是我们刚才点的技能啊。看，他这样子会转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个护盾会把这些小怪给他推开，不过对 boss 没有用。哎，快跑！要被炸到啊！ boss 有点恶心哎，怎么到现在还在啊？这边有很多经验值啊，咱们去吸一下。飞弹速度、攻击速度吧，来一个。哦，现在射的就超快了，真的跟喷火器啊，不过距离还是有点短。哦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他隔一段时间你没有把他打死的话，他就会没掉的，消失掉的。好像是可以打死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打死过一次忘记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打不死的。这些怎么站着不动的，傻乎乎的，臭小子，打死你！哦，死了死了，有些还是比较傻的，他有一些会乱走的，这里面这些小怪。
有些不会朝你这边走，看着还是蛮可爱的。五芒星来一个、哦，又是主动技能，来放一个。地上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五芒星哦，比较小。这些技能呢也是可以升级啊，不过我都没有升级过这些技能，感觉不是很厉害的样子。另外像这种云啊，你走进去啊会减速的、哦。这里面的一些小东西设置的还挺好的，就像这些仙人掌啊什么的会造成伤害啊。但毕竟目前还是 demo， 有些东西还是太少了一点的，就技能方面啊也都是挺少的，就增加一下这些弹夹容量啊、攻击速度啊这些东西哦。其他倒是没有什么，技能相对来说有点少，这种东西也不用管它，打不死的，它只是会平推哦，把你逼到什么地方去哦，实际上也没什么威胁了。拾取范围加一点吧，地上好多经验值没吸过来，咱们走一走。把这些经验值都给它吸一吸，升级一下，钻填速度加3，哎，那我可以无限钻填了。我先看一下我的数据啊，我现在钻填速度是4，它到多少的时候才会一直钻填？我来看一下啊，这波喷完，好，没有马上接上，不过也很快了，马上就钻填上去了。这子弹啊，现在真的变成喷火器了。等一下子弹的数量啊，攻击速度再给它加一点啊，钻填速度稍微再加一点的话，就可以无限钻填了，变成永动机了。攻速加1吧。OK， 这样射得更快哦。现在子弹还消耗不怎么掉呢。好，不错，现在已经挺厉害的，不过伤害有点低，怎么才十几点？等一下稍微加点伤害啊。不过后面好像是没有 boss 的，不是很确定啊。到后面看一下，我们还要生存9分钟左右。技能放一放，伤害太低了，这技能没啥用啊，我都没这么点。那最好一次攻击就把小怪给他秒了。我说现在还要好像要好几下攻击才行吧。化身为龙，地上这些药水，蓝色的药水非常多，没啥用。龙好像是不会受到小怪的伤害的，飞弹数量增加一下。哦，现在真的是喷火器啊！哇，升级超快啊！这升级要稍微控制一下，太快了。减少伤害，没有增加伤害的东西，我希望得到增加伤害的。伤害只有11点、12点，掉下来，不行。死啦！技能赶紧放一下先啊，保护一下自己。已经有更加厉害的小怪出来了，像这种会冲刺的什么的就比较烦了。再变一下龙啊，这地上有很多药水，都给它吸了。哎，这个伤害加5，钻填速度加1 ，nice。加5还是太少了一点，不过也比刚才好了。十几点的，把这些臭小子给它处理出来。我生命值还是有点少，伤格子。哎呀，被关起来打了，可恶。哎，已经开始喷射这种东西了，要躲避哦。哎，我怎么被转了一下？不过好像没掉血啊。还有一个护盾保护一下自己啊。这个护盾好像是不会受到小孩。哟，好家伙！哎，要死！差点没了，升级了。哦，伤害加15哎，伤害加15能把这些小怪秒了吗？可以把他们秒了就可以哦。有没有回血的东西啊？看一下啊，圆圆的那个药水是回血的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赶紧去吸一下行吗？一格血还是有点危险啊。哎呀，我都看不见自己人在哪了，这子弹数量太多了，不可以躲过来，可恶啊！哎，伤害又加15，射程又增加，这可以哦。这小怪肯定是一下就秒了，那我已经可以横着走了。我前面的区域呢就没有怪存活，我就横冲直撞了，躲避一下这些子弹就行。哎，这怎么躲啊？要死啊！这必定会扣血嘛，好家伙，直接把我围起来啊！这不太行。臭小子，钻填速度再加2，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无限射了。不过那接下来问题应该也不大了吧？还是小心一点。他这个有持续时间的了。哦，没了。好，我刚说好呢，可恶。那没事啊，咱们出去啊，顺便看一下其他的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基地了，你可以来基地买一些这些道具啊，就是我们刚才选择的一些小道具。那底座会发光的说明我们已经买过了，这个是没有买过，500块钱买不起哦。另外呢还是有一些初始的法杖可以买的，这边这把我是没有买过，这个呢就是会折射干嘛的，不知道干嘛用。感觉蛮厉害的，不过买不起，1500超贵啊，打半天啊。这里还有个帽子，2500更贵啊，可恶。行吧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地图啊，顺便换一种其他的法杖看看。换一种这个吧，这个也是我买的，花了600多金币啊。走，出发。那第二张地图呢就会稍微偏黑暗一点咯，就这个子弹而且数量挺多，有8发子弹哎。哦，射过去是黑色的，会绕起啊。不过攻击速度有点慢啊，伤害也有点低，打回去3点呢。不是很好搞，钻点速度也挺慢的。不过这个弹道是会自动跟踪吗？我刚刚有试一下，但是没有很注意，好像是不会自动跟踪啊，它只是歪一下而已，并不会自动跟踪到敌人那边啊，那就不是很厉害了。它只是弹夹容量会更多一点。好，升级了。实际上也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，来来去去就这几个。不过目前还是
没做好嘛，咱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啊。这个技能放一下啊，地上会留下一滩火的。哎呀，我咋死了？还想探险一下未来呢。那不过没事啊，咱们就稍微试玩一下啊，毕竟游戏内容不是特别多了。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种高清的像素分的，还是蛮可爱的，小小的，而且 UI 各方面做的还行了。像这种字体啊，这个我都蛮喜欢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游戏试玩呢，就先到这里了。好，那这里是阿西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